你就把韩国瑜当作一个人形立牌放在那边好了，反正这个人形立牌放在那边，他只不过他告诉你一件事，我是人形立牌，我很想做很多的事，但是我还是人形立牌，我发挥不了我自己的功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柯文哲在10月13号接受 TVBS 专访，就是主持人问他韩国瑜可不可能成为你的副手，你讲啊，我是蓝副，你蓝副的那个人是不是侯友宜还是韩国瑜？柯文哲的答复非常简单，说他的副手如果是侯友宜，侯友宜一定不会选的。那讲到了韩国瑜，他讲了一大堆，但是言不及义。他是说韩国瑜是个终身党员啊，他的出身局限了他的看法，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如何如何，就是讲来讲去他不讲韩国瑜要不要成为他的副手了啊。他说他的副手他要自己找，那另外一方面是侯友宜韩国瑜又不见得是他的副手的时候，柯文哲一直在帮韩国瑜讲话。为什么柯文哲帮韩国瑜讲话？就是说这段历史啊，我帮各位记一下。柯文哲第一次选台北市长是2014年的时候，他选上他要找北农总经理，北农总经理他是三顾茅庐，第一次没有看到韩国瑜，他是见到了李佳芬。第二次去韩国瑜跟李佳芬见了柯文哲的夫妻，那再见三次是谈具体工作，就是柯文哲的这个三顾茅庐让韩国瑜感恩在心。因为柯文哲是从冰柜里面把韩国瑜拉出来，柯文哲把韩国瑜拉了出来，他对北农总经理他是赋予韩国瑜全权，就是韩国瑜全权处理这些事。韩国瑜在北农他也做得不错，然后呢对于北农的很多的问题他是直接找柯文哲去解决。到了最后韩国瑜受到新潮流的迫害，就是新潮流要柯文哲请韩国瑜把职位交出来的时候，新潮流是要那个位置，韩国瑜二话不说就把位置交了出来。那柯文哲觉得对不起他，把他聘为市府顾问，新潮流又追杀韩国瑜。韩国瑜干市府顾问不到三天，他告诉柯文哲一句话，他不让长官为难我走，他就回到了云林。回到云林的时候，就是吴敦义找韩国瑜接了所谓的高雄市党部主委，让他在高雄市党部选。那韩国瑜刚下高雄，人生地不熟，一瓶矿泉水 一碗卤肉饭，他事实上他不选高雄市长。韩国瑜那个时候的打算，最多我就选一个左南地区的立委就心满意足了，回到他的老本行。这个就是韩国瑜讲的他是中年乳蛇，他的中年乳蛇就是这样来的。好，就是说他50多岁失业了。他是50多岁失业，是被新潮流赶下来。那柯文哲就始终认为欠他一份情。韩国瑜到高雄市党部，本来他到台北登记才要选台北市长，他只是做个姿态。为什么做个姿态？因为他到高雄选没有人理他，他到台北选的话反而可以开个记者会去为他个人造势。那他当然不是针对柯文哲，因为柯文哲那时候也要竞选连任。等到正式选举的时候发生一件什么事，各位晓不晓得？柯文哲第二次连任跟国民党的丁守中在那边对阵的时候，丁守中三番两次的请韩国瑜出山，三番两次请韩国瑜出山，就是说帮丁守中站台。韩国瑜这个时候做了三件事，柯文哲应该感念在心。第一件，他认为柯文哲是他的朋友，他不能够为了个人，好，为了胜选就不择手段的去骂他的朋友，所以他拒绝了丁守中的邀请到台北市站台，所以他不进入台北市。况且韩国瑜那时候自己本身也有选举，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他也那个时候告诉韩流，对柯文哲手下留三分情，就是说韩流那个时候也不进入台北市，
好，也不进入台北市。就是换句话说，柯文哲以2-3千票赢过丁守中，如果韩国瑜动员的话，落选的一定是柯文哲。柯文哲今天就不可能做大，这是第二个。那第三个，好，韩国瑜非但不让韩流动员，他非但个人不来帮丁守中站台，同时他还在那个时候适时安慰了柯文哲，就是民进党也有提一名叫做姚文智来跟柯文哲对打。那那个时候他告诉柯文哲，民进党一定不能拉台所谓姚文智的声势，一旦他拉台声势的话，柯文哲也会落选。事实上那一次柯文哲赢得非常的侥幸，韩国瑜是雪中送炭。这个就是说，为什么柯文哲说韩国瑜有韩国瑜的包袱，他虽然讲尽了韩国瑜的好话，但是柯文哲没有讲韩国瑜这三个恩情。当然柯文哲三顾茅庐，韩国瑜已经还给他了，但是他在讲韩国瑜的时候讲得非常的含糊，这个就造成了国民党内部就是说就怀疑你韩国瑜跟柯文哲是什么关系，如果你担任统姑的话你会怎么样。这个就是为什么朱立伦一直把韩国瑜你排除在决策圈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基本上国民党这些当权派不相信韩国瑜，总而言之他们都认为韩国瑜可能篡位。第一个不分区，第二个你要担任统姑，是不是你要做柯文哲的副手或者是怎么样，然后第三个你会不会取代我。所以柯文哲讲韩国瑜的好话越多，反而会造成韩国瑜的困境。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内部几乎都是草木皆兵，听不到哈，听不到不好的消息。现在报道金辅聪啊，报道朱立伦那边全部都是形势大好。我可以告诉各位，就以韩国瑜现在的政治处境他来说，他怎么做他都不对。既然怎么做他都不对的话，韩国瑜接什么副主席，韩国瑜当什么统姑，你就把韩国瑜当作一个人形立牌放在那边好了。反正这个人形立牌放在那边，他只不过他告诉你一件事，我是人形立牌，我很想做很多的事，但是我还是人形立牌，我发挥不了我自己的功能。